你怎么到我房间来了？阿奴，你和唐玉是不是去刺史府上了？是啊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没有啊，灵儿，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？那我去问唐玉。灵儿，其实我们没有去刺史府，我们去的是藏宝阁，帮你找发绳。谢谢你，阿奴。那根发绳是逍遥哥哥送给我的，丢了，也许就是天意吧。我们还看见了李逍遥和林月如被当成飞贼关到府衙里面去了。哎，灵儿，进去，快点！你慢点儿，你怎么样了？我能有什么伤？这点小伤。好了好了，比你当初刺我那间差远了。你看，你别逞能了，快坐下吧。你脱衣服吧。脱衣服干嘛？你不脱衣服我怎么给你上药？这是我们林家宝特制的药，我爹都让我随身携带的。谢过林大小姐了，不过上药这个事儿我自己来就行。你怎么这么磨磨唧唧的？李逍遥，我帮你脱了。我脱，我自己脱。我帮你吧。来，逍遥归逍遥，可别趁机报复。我怎么会报复？你不是挺能忍的吗？我这才刚开始。